世界正在趋同，品牌复制，潮流模仿，快速的交通无惧伤害，互联网踏平无数坎坷，城市与城市，面孔与面孔之间差异日渐模糊，文脉在何处传承？吴爱平，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山墟村人。在11岁的人就开始搞那个厨师，农村呢要喜庆呢，就可以帮人家做了。那个业主好了，要10多处。每逢农历8月15，他总会关了自家生意，为村里的一项传统忙上一阵。龙的时间是最重要的，舞龙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搞那个喜宴了，所以人家请我就不行了。东山墟村的传统是一年一度，每逢8月15都会进行传统的人龙舞表演。古老而又神秘，知道吧？龙点头，龙穿云，龙上翻滚，有武术，勾当，龙起伏，龙翻滚。吴爱平是舞龙队的队长，也是队伍核心人物，龙珠。人龙以前就是2把香，2把香点着了，后来就改成2个珠，每一个珠都可以引这个龙。我们的几百代人在这里都是这样舞过来的。吴爱平曾将本村青年王宏伟收为徒弟，但是因为常年在外地务工，没有时间进行练习。你没时间也没地方去让你练龙珠的。以前那龙珠子闭着眼睛都可以转10千8千，现在你转不到2、3千，好像就感觉要掉下来样子。没有时间进行练习，学了7年，技术进步迟缓。喂，我那球怎么也不挨啊？那球也不挨对啊？离中秋还有5天。吴爱平开始忙碌起来，为村上的人龙舞表演召集人手。然而，不愿意前来的队员们越来越多。猪肉档老板张汉荣也在此时提出了退队的想法。我老婆不想给我去啊，你40岁了。这是一支完全由农民组建而成的艺术表演队伍，瓦匠、摩的司机、厨师、大排档老板、猪肉档老板等等，各行各业的人。50出头的摩的司机程二，在村里的男人中个子最高，力气最大，从而成为了这支舞龙队伍的龙头大哥。响应就8月15全部盖好，盖好了我轻松了，我就把那个人龙舞带好当那个龙头。靠你做肉啊，还是苦啊？我仔都计到你，能要中意都会也尽量苦咯。靠你个咯，冇啲货靠你，靠你，你靠你啊！你都人上过来，你也靠你，靠你。睇到未？今天拿到今天咁苦，都对人上几多了嘛？哈！我老弟没有钱啊，
这银行人家涨一天呢，涨300多呢，你就不想进来，心里就不平衡了。吴爱平用先好好演完这次中秋的理由，暂时说服了队员们。能能不平安，能能不平安，能能不平安啊，能能不平安，我有他们家说能能不出团平安。却不料，8月15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哦，我吃苦了，哎。哎，爹爹，没借口了，没借口了，没爹爹。下午，演出时间到了，雨停了。吴爱平和他的队员们打扮整齐，开始表演。人龙舞以人为基础，人体拼接起来的龙，分别由强壮的龙头，腰挂一7岁小孩充当龙蛇，肩扛2个小孩，分别是龙角和龙头，与其他部分连接。以身材修长的小孩作为龙身，以健壮的成人作为龙桩来扛着小孩，最终拼成人龙。一段套路舞完后，人龙要返回康皇庙内进行祭拜。见到一见到一个见到一我得来出来见到一一一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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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更是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出来，慢慢弯，慢慢弯，弯弯弯垮那个，弯垮那个，这波羊都开了，开什么了？表演结束了，猪肉档老板张汉荣仍然不改退出的想法。更令吴爱平伤脑筋的是，作为龙头大哥的陈二这次表演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毕竟已经年过五旬，陈二表示是时候不当龙头大哥了。以前我力气很大，现在没办法了，力气少很多了。人龙舞起源于明末清初，起源于东海岛上的民间表演艺术，自发流传了300多年，是到了它应该失传的时候了吗？吴爱平不愿意看到。更让人担忧的就是经费问题，人龙舞队没有稳定的演出收入，这让更多的队员难以抽身来参加人龙舞表演。当不得当没好度，明明过后了，现在哪队员没通仔的了。我可能我只能一个一腿来推苦，你今日出来以后，听明天你，都一下，反正现在就帮忙。我一下，我一下嘛，我一下，老婆，对，眼睛也清晰。
飞速发展的时代下，珍贵的传统技艺该如何维系？四川泸州人毕六福，油纸伞技艺传承人，他同样在担心家传的手艺在今天由谁撑起的问题。油纸伞，一个诗歌里经常打开的意象，不知道打湿过多少人的文化想象，现如今已日渐式微。现在我敷的是叫做红最传统的红油纸伞，如果这个纸也是相当薄的，那是皮纸，如果把这个纸都敷得来了，其他的伞的话就好敷了。早在1882年的泸县志上就曾经有过记载，泸制的纸伞颇为有名，城乡业瓷者20余家，而以分水岭所制为最佳。曾经盛极一时的泸州油纸伞制作基地分水岭镇，如今也仅存一家保留着古法制伞的老厂，而毕六福就是这家厂的厂长。毕六福和他的油纸伞厂效益不佳，再加上制作工艺复杂，前来拜师学艺的人寥寥无几。一般就是你找个十个徒弟成活三个都是很不容易的，有富商的生意是好商量带商量，不好不带有商量。是你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差不多，今天请你都花了20多万，当然还我肯定是想还一辆，还一辆还两个50万的过几年的款。毕元深，毕六福的儿子，从成都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泸州，同样做起了油纸伞生意。但与父亲守着一家门可罗雀的门市部不同，毕元深的阵地在网络，那里天地更广阔。就是整个销售应该都是处于一种供不应求，销售量应该是在3万包左右，销售额是在接近500万的样子。不到数年，毕元深就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以前邻居去小人们当时那的，因为天天不在回去跟他爷爷一起出山嘛，会分分的。龙虾邻居娃儿确实山门是呀。相比传统的油纸，毕元深认为自己生产的更时尚更漂亮。现在就是我们所有的商业也传承了200多年，整个都石板印刷还是最传统的。然而毕六福却不以为然，油纸伞必须古法炮制。这天住在乡下的毕六福特意跑到城区来找儿子商量修复伞王的事宜。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九城泸州油纸伞代表人传承人毕六福。我是结婚了，结婚必须要油伞，因为油纸就表示油纸。伞王当时是为了庆祝泸州建市10周年，毕六福和自己的老伙计们精心打造的油纸伞，历史以来就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大伞，最初的想的是争取吉尼斯中国伞王，伞大了没好久就烂了。自那以后，伞王再也没有打开过。毕六福年过五旬后，感觉自己有些力不从心。原本想的是希望儿子能够挑起伞王修缮的工作。我有个伞已经把它修起，就说那把伞，那把大伞你要回来帮我的忙，我弄到城市了，因为精力不充足了。你那把伞碰到修儿要花几万块钱，你修来怎么行不？钱是身外之物，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当然不修了是要重新修，我教你，就说你要来指挥到，因为我力不从心了，懂了没嘛？随便我搞不赢的回来了，你就好意思我就当然你老子你往哥哥地来这个地方。要不这样子嘛，你非要修，
我取点钱给你嘛。不料，儿子最后只是留下了桌上的这些钱。父子发生争执后，毕六福当晚便离开了儿子家，回到了乡下。他已下定决心，即使没有儿子的帮忙，他自己也要完成这件事情。散的繁体写法在人字头下面有四个人，这就意味着把这把伞得合力撑起来。毕六福决心去召集自己的那些老伙计们，就算是自掏腰包，他也要让伞王重见光明。是啥个程度？是噻，也难达了嘞。但是这个经，牵扯到这个经费问题。哦，兄弟啊，是有是难的事，真的呀。哦，新做啊，没得。这个就用我来出这个钱。关键是要拿出去看到实际东西。哦，现在实际问题出现了，我就然后的是该从我解处理，该从我解决，才好干。在老伙计们的支持下，修复伞王的计划开始实施。伞王高半米，半径六米，直径12米，它是用32根伞柱组成的，组成的皮子用了3000多张，3000多张皮子，200多斤铜。要低到垃圾给你来带点钱，要给。太巧，把我拉五了，等我把叔叔我套进来，对吧？我拿回去200根绳，几根绳子，我拿了回去出来立起以后，然后再来打开。先抽绳。抽证要不？抽证了。上外面的钉应该是几根绳索要拿来固定，固定在三方，让它这个伞不动，然后再来撑得开。喂，那个人多了嘞，快点喽！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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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走。起！还大点，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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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伞王好不容易立起来了，伞骨还是完好的，伞面却已经残破不堪了。要强的毕六福有些恍惚，谁能为他继续撑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门面呢？毕六福还是靠自己开始了伞王修复。像他这样与儿子这种紧张的关系，一定不会发生在山东省临沂市陈庆礼一家身上。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啊，孩子们在第一排站坐好啊，然后第二排是老人和长辈们，咱们坐下，然后第三排咱们媳妇们站一排，单独站一排，然后第三代的咱们这些站在最后一排，好不好？
每年大年初二，整个家族的人都要一起照一张全家福。第一代陈德福今年已经91岁了，第四代刚出生一个月。2017年时，整个家族已有60人了。十年前，陈庆礼的兄弟姐妹6人相继从滕州市迁到临沂做生意，为了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特意买下了蓝山区某小区一排6户楼房，从此一家几十口人热热闹闹地住在了一起。这个是我的家，那个是我妹妹家，那是我三弟家，西边那一个是我四弟家。我父母亲跟我师弟，住在一块，大部分生意做大了，很少，和父母，兄弟姐妹聚在一块。我们家不是这样，我们天天围在父母身边，兄弟姐妹之间在一块拉呱畅谈。我嫁过来已经19年了，在这么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谁和谁红过脸、闹过别扭，更别说吵架了。临沂，孔庙所在地。陈庆礼整个家族都遵守儒家思想，恪守和谐家风。我父亲从小上私塾学，他对这个儒家的这个仁义礼智信经常教育我们。我们兄弟四个做着不同的生意，整个的家庭团结和我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教小孩别吸烟，别喝酒。年轻人。要不正常事，学闹事，那怎么都能学？家风有规矩，别个人小孩也没教育好，这是家风。十年来，陈庆礼的兄弟姐妹们一直互相照顾生意，生意越做越大。现在他们把生意交给了孩子，把时间腾出来照顾老人，善视父母为孝。重孝，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幅画，据专家考证，是实景描绘了乾隆皇帝给自己母亲过80大寿时的情景。当然，这已是事后专家考证的结果。每个人都对上了，现在就林叔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把这两边的妃子的谁是谁，谁是谁都对上了。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组的杨泽华刚接到这幅画时。他看到的可是没有作者落款，没有内容介绍，没有确切创作时间的画作。这幅拥有250年的古画原本非常残破，卷面有缺损断裂，还有霉迹。这是不补了，因为这儿竹子院吧，结构太乱了，而且它不是特别主要的地方。它这已经东西一般都是实景的，就是当时是穿的什么衣服。这不点报上了吗？点报上这梅花嘛，就是报春的意思嘛，报春来了。上世纪80年代，杨泽华来到故宫学徒3年后，他被分进了书画修复组。要回到原来贴的那个原始位置，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原始。性格开朗的他，乐于接受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将现代活力融入古书画修复。杨泽华即将修复好的这幅画，最终被命名为《重庆皇太后80万寿图》。他将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举办的万寿庆典中向观众展出。真快，来，咱把纸敷上。太快，你再来一遍吧。太快了。咱往后撤。对吧？对，往后，往对，哎，对对对对。故六五十。
这天，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上的吴爱平带领着他的舞龙兄弟们接了一场商业演出。虽然挣钱不多，但大家还是很高兴能有商业表演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市场的认可。作为一支全部由农民组成的舞龙队，吴爱平决心要加大他们商业演出的机会，以吸引更多的农的传人接班这项艺术。这次演出并不是东海岛人龙舞队一支队伍参加，而是来了好几支舞龙队同场表演，而且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舞龙队伍。人龙舞加油！九点整，演出正式开始。这次演出，龙队的很多老队员都去外地打工了。来，快来！本来六十多人的队伍，这次只来了四十多人。两百个。啊！都搞得冒吹霞的了。龙身的长度短了不少，但无外皮。不想在其他专业队伍面前输得真实。马上弄点水下来，来，回走，别慢了。啊！怎么会球呀？怪弄忙。啊！这我被造谣了，马鸡呀！别了吧。来，快来！舞龙队的阵容基本稳定下来，已经做了26年龙头大哥的陈二却不能再坚持了。大家提议在村里选一个人来担任舞龙队的龙头大哥。我呢50多岁了，我的多少时间啊？我准备退休了嘛，一定找一个。龙头当起来。吴爱平有些忐忑地提议大家选14年前搬来本村的外地人程南成，因为按照惯例，龙头大哥必须是本村人才能担任。现在我怕这个事，很多人都说那人不是我本地人，龙头不就我们本地人来当龙头，你就外面人来当龙头不行吗？吴爱平最终说服大家来一场比赛，想当龙头大哥的站出来。以前有人看我不起，啊，你这个人，几十岁了，你这龙头你就没有名，你就比那些时候见过呢，你可以当个龙头大哥。萧劲，48岁，东山徐村鹦鹉堂现任掌门。所以他力气大就可以当。老一辈的人都是开始比赛拿那个龙头大哥。第一，这龙队他最出的出名的，我从来就不出名过。汉龙不行，他从来也没有当过。龙头，你说当就当吗？不可能。我不能当龙头，我可以看他比呀。谁的力气大，谁就当个龙头大哥。谁都比不上我。可能是要近，只要近力气就比较大一点。好，100人。抽奖。哎呀！哎呀！完了！完了！奖奖奖！得中！好！好！哦！干什么呢？干什么？
什么是你三哥？三哥不要急，来了。这可不是一场比赛，这是四川泸州的毕六福所遭遇到的一幕。毕六福修缮散王的计划没有得到儿子的支持，自掏腰包好不容易请了老伙计们一起将千金伞撑开，不明就里的乡邻们却找上门闹了起来。因为原来呢没有生育权，没得压力，就说没有那种事喊呢，祖上找不到钱，你来干这个事。因为我的想法是，我老祖宗做了那么多年了，但我的身边失传了，就是一个神奇。付出这么多代价，为什么还要再修缮散王？毕六福只是简单的认为，作为这项技艺的传承人，他有这个责任。多嘞，土砖是吧？土砖是吧？要不得，要不得，你洗了就洗了。嗨，洗水，搞干净，你看见没有？修要弄就修。嗯。修复伞面的工作比想象的要艰巨，油纸伞不怕雨淋，却经不起雪藏。这不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很像吗？毕六福思考着。自从伞网打开后，每天晚上毕六福都搂着被褥睡在旁边。晚上为啥子我要亲自来看？最主要的是担心安全。如果伞网火了这个地方的话，风吹风雨湿了也得倒了，打了人也要不得，打了一样的东西也要不得。反正一修这个伞网，我就瞌睡睡不着，必须要看到，要收到，明暗的把它修好。干！要修复伞王，必须有优质的男主。伞骨就是人的腰杆，必须能挺起来。这天一早，毕六福带着他的小孙女上了山。与我们出伞选男主是相当大的关系，因为首先要先，这个像样的当西色，而且还要三年以上，因为我们凭感觉看也看都看到，那基础这个四五年的就是，起码四年以上。毕六福知道儿子在城里的油纸伞生意似乎越做越大，但那还是油纸伞吗？毕六福不太肯定。现在他倒是希望小孙女能对真正的油纸伞手艺产生兴趣，尽管孙女的年纪还小，但这着急不得，如同一根制伞的好毛竹需要多见天光，多见风雨。山水嗯，山水，这还有小字儿，你看看。嗯，圆，是圆的。不，一会儿咱看看。我们运气还好。好薄啊。薄，所以咱们这回给它加厚点。毕六福是个传统的手艺人，
手艺全凭师傅手把手地教出来。杨泽华的手艺也是这么来的，但如今的年轻人再入行早已大为不同。今天的故宫有越来越多的宫殿恢复了原状陈列，找回历史，书画修复组功不可没。古书画修复的步骤很多，核心的有四个：洗、接、补、全。通常先用毛巾热水来洗，清水能软化浆糊，去除尘埃污迹。这老外也是经验啊，那上水哗这么起来看着害怕，其实咱们也是慎重的。他讲咱也根据这画，你说是不是？你有那重彩的，咱也不敢这么拿水这么浇。水洗不光是把脏的东西洗干净，它这水啊一闷呢，它把那浆糊闷软了，你就好接它了。对，你看我这特别注意这细节，是吧？人家说这好，你刚洗干净，怎么又还是没水，又给回去了？用水平完以后，用毛巾给它吸干了，把那给它翻过来。好，好，那一样。而书画性命全在于接。哦，对对对，如果揭开画心的背纸时操作不当，就会断送画的性命。原来那个脱纸，揭完了以后，我们要染上颜色的这个脱纸，新的脱纸再给它脱上。啊，字儿被揭下来了。我把这字儿给揭出来。啊，过起来，然后它给揭了，那更惨。我听得喘气儿了，是好沉的那个。有时候接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这玩意儿，我不知道干什么。古代字画接表，沿用千年的技术就是水闷法，然后又手工接表。古书画的接表，历来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个是。你得培养人，他这种传统的东西吧，传统的行业，他学徒得好几年呢。你现在你再不接人的话，就断档了，必须有人接班啊。像你们上学的时候学过拓片吗？现实学过拓片吗？没这课。能不能找到足够优秀的传承人？能否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提升修复技艺？正是师傅和徒弟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我往下一拉，你看，看看还有一个。你看他这。杨泽华向前来拜访的一位德国客人，展示了他们最近刚修复完成的这幅画。我现在这里边卷的是一张画，你没有人知道它多宽多长。然后我们就是一点点修，一点修，然后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宽。是那个姚文汉画的，因为他是那上有一个画中画，这是乾隆给他母亲祝寿的一张那个场景。还要一点点把它补上，就缺的窟窿还用绢给它补上。上面缺的那些小碎片，你还要从那些碎片里再找它的是哪个原始位置。他还没长出来呢。两米三，对，是吧？他都可看懂中文了。你看出来了。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作为一名修复师，能找回并补全历史的拼图，能完成几幅大作的修复，可谓十分荣幸。杨泽华又接手了一幅由郎世宁画的乾隆惠贤皇妃朝服像，杨泽华很兴奋。不是，还要上学呢。是乾隆吗？不是，是，这是皇贵妃嘛？那个嵌的那个珠子什么的，特别多。要去？以前你说。看看这是白骨，这是手，连手带骨头就是这。东海岛龙人队龙头大哥之争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现在开始，第一组张恒勇队首战。
恭敬各位，预备。挑战射箭呢，我是第一名的。也没想到他那跑那么快，还是他比他输给他了。那好，第二组，陈南辰，对，孙通竹。我看好是南辰，是的是呀，他有力气吗？没问题，严选就是。预备。这么拼命，他也不会摔倒吗？最终，程南成不负众望，顺利成为了龙头大哥。冠军就是程南成。比赛并没有真正结束，程南成要和老龙头程二进行一次加赛。程南成认为，只有战胜陈二，才能成为真正的龙头大哥。你好中意对你佢咗，你嘢都冇失败啵啦，啊？是啊，别睇啦哈。从1989年当龙头到现在，程二在东山虚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你30到44岁都，但那50多岁都要赢你，我想再赢一次。这次比赛和之前不一样，这次背的不是稻谷，而是真正的小孩。预备，好，快，南城，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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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城，南城第一名。感觉都是累。我感觉我累，跑，很累了。跑到终点，我这还没出一点哈。看来，东海岛上的人龙舞，在吴爱平与程南成的带领下，将继续舞动下去。四川泸州的毕柳福在经过4次修复后，终于让伞王重见风采。伞阴之下是老一辈油纸伞制作人不变的骄傲。毕柳福的儿子毕元申
也赶了回来，对于父亲独自修缮好了伞王，毕元申有些震惊。最终伞王被泸州市江阳区博物馆永久收藏，毕元申表态，伞王毕家承诺世代保修。哎，这个大伞为啥这个我要保修啊？不管你这个修这个伞，我为啥能证明？他说你修了啥用啊？我这个是不仅代表我们分水，代表整个泸州的十三公里农村精神。但于我有生之年，拿了我们把修起来，长期保持，就说包括要把它传下去，就说你万一我修不动了，我的儿子还等过十二年的话，我的孙子一长到哪里可以修得着，一时传人就必须我们江上的种人一定要把这个修好，你只能了传下去，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叔，快点儿！两队站好，两队排好，慢一点，注意脚下安全。这天，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系列展览开始了，外语件书画珍宝，在书画组的一一修复下，重见天日。文脉传承，就像是吴爱萍与城南城的那条龙，一城跟一城连绵不绝，才成就了华夏的精魂。它像毕柳福的那把伞，伞骨屹立不倒，伞面返本开心，才能穿越历史变迁的风雨，抵达未来。当然，文化的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复制或简单修复，就像600年的故宫，已经用最具创新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下一个600年。在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有些不变的东西历久弥新，因为只有它才能告诉我们，我们从何处来，又是如何成为了我们。